所以是想把它变成一枝花，希望公主遇到这样湖水感到自卑。
回去后，非常郁闷地走向顶楼，打算闭关自首。我现在不是人啊，瓜！大家想想，我现在是个女儿身啊，瓜！还是被房子好的瓜！哎呀，这要怎么用啊，瓜？我找两百多年，居然都只为了一只青蛙，而且还没有三十年只会走。难道说小瑞才把手拼命扔给这只青蛙吗？我要把它叫醒。哎，先生先生，听懂我的？哎，你们那个有谁去打架一脚吗？青蛙都醒了。哎，你醒了，你可以告诉我怎么飞吗？